一秒钟不说我的名字。哎呀，摔了！我看能录得出来吗？这个肯定是最后面的，肯定是稍微有点难的。太难了，要我就不是了。你的顺带换来张口。不是，我说吃这点，我还不回龙舍吃。端过来吧。对，跟大连一样的哈，为吃它可以那个跋山涉水啊，可以去很远的地方。哪里有好吃的，哪里有好吃，它就会在哪里出现。对，酷酷对食物执着是跟阿良学的。哪里的颠倒？对，这个广东人特质就是这样。我们不是。太远了，我们就不去吃了，吃点饭就得了。吃你的鬼，吃点饭就愁眉苦脸了。吃点饭配点青菜就行了，配点地瓜叶啊，那种好。你的鬼，现在说的天下无敌。对，河南奶爸大凉血的，这真的是啊，我没说错。拿到了吗？大凉水煮鱼吃到没有？吃到了，吃到了。什么时候吃到了？哎呀，拿到了，下去了，拿到了。给刷了吧，酷，不要了。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没了，算了，酷。芦笋在里面，酷。给你一个奖状，吃货中的状元是吧？战斗机，吃货中的战斗机。所以他不是榜一，现在稳居榜一不是没有道理的啊。都怪他懒懒爸教导有方，经常过来跑位。你看这次的话，他的体重又要更上一层楼了。上次135，现在133，下次130，下个月给帅帅的。酷酷他是2014年7月29号，他当时身的体重是最重的哈，124.4克。对啊，为了吃。这个轮胎是酷酷的搭档。身轻如燕，上去吧。哎呀，酷，我说没好吃的，我不上。别怪你。没东西哈，他应该不会去玩了。啊，你要吃这竹子吗？哎呀，那么都不吃。那么不吃，他不吃。酷，你真的是。我就想酷酷跟艇仔哪一个更